一号 Perry Jones 琼斯。做得非常积极的球员啊。莱斯中距离没有弹进，篮下争抢篮板，回到台皮的手上。大阵在球场上面最令人激赏的地方啊。Perry Jones， 台皮皮。哇，前面几球台皮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啊。Kiwi 给跟进的黄宗翰再找到 Perry Jones， 视野在那，这个身高的优势是在太阳队这一边哦。Perry Jones 双手灌篮。Perry Jones 要来单打吗？砸进来，硬是要了两分。内线球员艾伦遇到双洋将的包夹，最后是吃了一个火锅。Perry Jones 扶挺着外线投去。Perry Jones 横移之后砍三分空心球。Perry Jones 他身高来到211啊，不过赛前跟杨拿下篮板。这边的得分榜得分最多的是琼斯，接着是大圣，跟黄宗翰跟先发的阵容是一模一样的。哦哟，这球竟然弹进。好，第三节虽然台皮这边 Perry Jones 有一个有点 lucky 的进球啊，曹旭香那一届还有林子峰，林子峰、哦、对林子。Perry Jones 外线的出手空心。哦，这个球台皮球转移的速度非常快。那当然，球权剩四秒了，卢冠轩罚球线附近的中距离转了五秒了。Perry Jones 要打掉了，外围的尝试被他飙进去。到22分，是目前台皮英雄得分最高的。Jones 一个人杀进来，硬是放进两分。底线朱一中，剩下六秒了。Perry Jones 面对拉斐尔打进来，制造了犯规。那上个赛季，Perry Jones 是台皮得分最高的球员，拉斐尔还赔上犯规，好重。可惜他的三年雷霆的生涯打得俄国，上个赛季跟本季也打过不方勇士。